当当，今天带他吃个辣平糖，好久没有吃了，馋得不行了。你看，给他摆着半天了。这个是上的新的四个新款套餐，数量多，都是这种不大不小的，特别好嚼，全是酸酸甜甜的水果味哦。你自己挑吧。独角兽，你最喜欢的独角兽。我吃了这个小豆豆的蓝莓的，红心芭乐炒面筋。拍下送试吃，我收到先吃试吃。这四款辣平糖都可美，我个人比较建议你们拍圆滚滚，40个一口秒，40个小豆豆，再送20个独角兽，辣很软不掉渣哦。白桃的，你吃个小豆豆吧，等你看这小豆豆多可爱。放学回来第一件事给我商量，妈妈让我吃个辣平糖吧。哥哥去哪儿了？小学去。哥哥去上课外班了，是不是？小弟打胡萝卜先吃。开不开心呀、今天？好看，小朋友都可以嚼成型，不掉渣，没有辣味，果酱也好，辣也好，小朋友对这个辣平糖没有抵抗力。我们家邻居小朋友看到我都是，婷婷阿姨，我想吃辣平糖。刚才这个是啥？这个是努比。努比。这样的小雪糕形状的奥特曼，你最喜欢的。还有这个小勺子形状的，反正就是各种各样。表情包。独角兽加表情包，也很好。这个是啥？29.9元，46个。这个就是没事嚼着玩，解压，好玩。你可以一半冷藏一半冷冻，天热了冰冰凉的口感最好吃。拜拜。